再看一下。终于跟到了，也不错啊，所以站姿才会对的好。好啊，如果第一个练习题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来第二个练习题，还有一次机会，我们来练习第二题哦。好。像那个最上面那条线对应我们的海平面，先对起来，我们手伸直直的，对。然后这条线呢，帮我对应到这里，对应到这里，海平面在这里哦。那对到这